女吉他演奏。来，我们先请掌声欢迎他们先上台。哦，来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结合二胡哈，又结合吉他？哦，这个非常厉害，两种不同的乐器把它结合起来。哎，真的，你这样讲哦，这个二胡是我们在台湾当中也是中国的乐器，传统一点的传统的乐器。然后还有你看看吉他是我们的西方乐器，你看中西合璧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哇，太强了啊！在这边提醒大家，如果呢啊没有办法前台的朋友，你的好朋友哈、哦，跟他们说一下，亚洲电台 FM92.7 脸书粉丝专页现场直播，现场直播。还有呢，我们的中立街头艺人嘉年华唯一指定的官方粉丝专页也有直播，也有直播哈、哦，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看直播，也可以一起来，最好是来到现场了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也可以看直播，一起来欣赏，帮我们冲个人气一下哈、哦。最重要是中立区公所脸书粉丝专页，一把来首页按赞，好、哦、按赞换摸彩券，换我们的闯关券，换问卷哈、哦、啊，太棒了哈、哦。那当然也要请大家现场要特别留意一下，有小朋友哈、哦，因为现场人开始陆续越来越多了，那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的哈、哦，记得要。签好哈，哎，给爱卡农后哈，中立区这中正公园哈，蝙蝠我们的这个广福哈，所以要记得提醒各位哈，这个人比较多一点，好要带好，要带好。好的，在他们准备的同时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摸彩券持续发放当中。面对舞台右边，面对舞台右边哈，我们的摸彩券呢，也欢迎大家记得中立区公所粉丝专页按赞，就可以拿到摸彩券跟问卷，帮我们填好问卷，把摸彩连。投进去摸彩箱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第三组准备好了没有？好的，请大家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两极乐团。
的演奏，哇，听到这首歌我差点哭出来耶。为什么会哭出来啊？大家有没有在追那一部那个大陆剧？我叫灌篮高手是不是？刚刚那第一首是灌篮高手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都哭回忆的涌上心头。哎呦，所以你的回忆是什么？你才二十几岁，你的回忆在哪边？等一下，回忆在心里啊。这个触动我的心哎，整个触动你的心是不是？我觉得二胡真的非常的厉害，那个味道马上出来。对呀，所以整个二胡哈，还有这个波动的琴弦，真的让我们的内心整个都轻飘了起来，对不对？整个轻飘啊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再给他们一个掌声。好，接下来。